酸民什么都能骂，告上法院立刻怂。现在记者假发营养都会看 YFB， 我听了工厂明天找新闻。有一天我说，好人不长命，祸害五千年。譬如个酸民说，那我活着，你说我是祸害？有一些写的很难听，讲我都没有关系，只要讲到我家人。有一次我就告了八个，后来开庭，那有一个男的就这样子，对吧？对。不好意思，用时不当，每一个都变了。今晚11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